太，你这游戏什么时候玩不行啊？你爸刚从滚动班走一趟，你不去看看他呀？啊？小子，我跟你说话呢，哎，管你什么事儿？你别玩了，赶紧看看你爸爸，这游戏是你亲爹呀！看什么呀？不是一次两次，每回不是钓的真就好，别烦了，太困了。快换着试颤，立即出颤，200焦一次。 起床！你爸抢救呢，你爸抢救了！你烦我！你赶紧起来呀！我不抢救呢吗？别玩了，赶紧起来！起来！你不要你爸了啊？哎，不要你爸了！臭小子！ 病人死亡，死亡时间是4:03。爸，爸，爸，你醒醒！爸，爸，你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？爸，爸，醒醒！爸，爸，爸，你醒醒啊！爸。 父母的离开，有时候就是这么一瞬间的事，让人猝不及防，更让人后悔莫及。爸，爸，爸！ 3点多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宝，你回来了。我这不是等你呢啊！你要是饿了的话，冰箱里有点剩菜，你自个热热吃了吧。 等会儿，儿子，怎么了？好好的说这干嘛？你是不是想要钱呢？不是，我就是想抱抱你。要不就是，你惹祸了？没有，不，真的啊？嗨，我都说了我没有，您还不信？你非得让我闯出点祸是不是？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意思是说。 你万一要惹祸了，你别因为害怕藏着掖着的，你跟爸说，千万别想不开啊！放心吧，爸，我就一天没见着您，想您了，想跟您撒个娇。哦，哈，这半夜三更的，吓我一跳。那我去洗洗睡了，明天早点回午睡。哎，好。
雷雷，起来了啊！雷雷，雷雷雷雷，起床了，起床了啊！要迟到了，听见没有？老关，啊，你过来看看怎么回事儿，这是。哟，这还有个条儿。爸爸妈妈综合果仁每天一袋。 对身体好，记着饭后吃药。我去上班去了，儿子，这不是在做梦吧？不是做梦。 这小子，昨天晚上抱着我又哭又笑，我以为他想要钱，他说不是。今儿早上又来了这么一出，这米喝的真好。哎呀，你这刀工也不错嘛。当然了，好几十年的刀工了。勤切手啊。行啦，知道啦。哎呦喂。 儿子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啊，又熬了一宿吧？哎呦，真是太累了。哎呦，刀削面啊！对，刀削面。你妈妈给我打下手了，今儿我掌勺，给你们露一手啊。赶紧洗手，准备吃饭了啊！好，去吧。哎，对了，你先忙着吧，我跟儿子说几句话。啊，现在就说啊，要不然再过两天吧。还等什么呀？我心里有数，你放心吧。 你辛苦啊！不辛苦，不辛苦。老师，我把你给我买的那个让他看看。好，那快去吧，去吧。儿子，哎，快来，快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快坐这儿来。妈，妈有事情要跟你宣布。什么事儿啊？那个。 本来我搬过来吧，哈，我就想张罗一下你跟雨晴的婚事，但是我发现我过来以后，我们岳母之地，再加上我去上老年大学啊，各课程什么的，反而倒拖累你们了，所以我就想呢，我搬回去，明天就搬。这个家没有您主持大局，那可不行。<笑>哎呀，妈妈年纪大了，只能是建议权，大主意还得你们自己拿，是吧？嗯。 再有一个呢，就是我老在旁边，你们也没有锻炼的机会，对你们也不好。可是您一个人回去，我也不放心啊。这跟前两天似的，脚受伤了，身边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。你还好意思说？你还好意思说？要不是你爸爸照顾我，就你们这两个小子一天到晚忙啊忙啊忙啊，就根本顾不上我。所以您要说什么呢？ 少年夫妻老年伴儿，所以我呢跟你爸商量了一下，明天呢就搬回老房子。哎，对了啊，你们如果说有什么困难、有什么问题，能自己解决自己解决，别老没事去麻烦找我。等会儿，你们搬回老房子，您住一起啊？怎么了？你有反对意见啊？这我能有什么意见啊？但是我必须得提醒您一句。 您一个人生活30多年了，突然领一老头子回去，这左邻右舍的风言风语，您受得了吗？什么风言风语？那是你爸，本来就是夫妻。那是原来你俩现在什么情况？您不清楚啊？我给你变个戏法。什么呀？弄的？你闭上眼。好，闭上眼。哒哒哒哒。 你爸送的，漂亮吗？漂亮。妈，您怎么不戴上啊？多贵啊！那我干活我划了碰了我，多心疼啊！
来，景蒙，吃点水果，饭前水果。来来来，景蒙啊，我跟你妈妈已经商量好了，办手续，正式复婚。爸，爸，恭喜你们。你恭喜什么恭喜？我本来就是一家人。就是。哎，对了，你跟那个雨晴，哎，什么时候去领证啊？哎，清风，这个是重中之重啊！一定要尽快提到日程上来啊！已经提到日程上了，但具体时间暂时保密，我自有安排。儿子啊，哎妈，洗手吃饭，马上就来。藏什么呢？能先不说吗？到时候您就知道了。嗯，行，你不想让妈知道，妈就不问了。等你想跟我说的时候，你就告诉我了。真的？真的。谢谢妈。谢什么？这要是跟以前，您肯定刨根问底的，我不说清楚。您就会跟我没完，儿子，真是，真是对不起。经过这么多的事情，妈妈现在真的明白了。以前呢，因为我离婚，我觉得亏欠你的。不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家，我总怕让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，得不到完整的爱。所以只要是你的事情，妈妈就要投入全部的时间和精力，觉得这样才是对你好。所以不管是什么时候，我总是非常细致地照顾你的生活。我觉得这样才能对得起你。我把我的愿望强加成你的愿望，把我的判断强加成你的判断，我觉得我给你的压力太大了，我真的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对不起你，还差点害了你。可是你的儿子，你从来没有埋怨过妈妈一句。哎，妈妈现在懂了，妈妈以后不会了。真的，妈妈不会了。等以后你跟雨晴有了小家庭，妈妈绝对不会干涉了。真的。但是当你需要妈妈的时候，妈妈就要出现了。你们不需要我的时候，我自动屏蔽，自动屏蔽。儿子，看妈妈的实际行动吧。妈，我知道，原来不管您做什么，您都是为了我好。但我不希望您因为我就把自己的生活也丢了。您幸福了，在我这儿就是双倍的幸福。儿子，谢谢你，我的好。妈妈现在很幸福，真的，妈妈现在真的很幸福。
因为妈妈有你，有你爸爸，还有雨晴，咱们以后一家人一定会快快乐乐的生活在一起。我就，当然了，以后还是要保持一年年，保持一年年的距离，那才刚刚好。谢谢妈。谢谢儿子。清风啊，雨晴来了。儿子，不哭，不哭啊，不哭了。哎。雨晴，我来了，吃面啦！来了，吃面喽！来来来，来我盛，我盛，我盛！来来来来，盛面，盛面！哦，来。来来来，这一样。大家坐下吧，大家坐下吧。这是一碗面就看出大家的心意了。去，你吃啊？你怎么不吃啊？我看你们坐在一起吃，我就高兴了。哦，对的对的，还没跟你唠老陈醋。哎呦，我不要了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给我醋？我没什么意思，我知道你爱。爱吃醋吗？哎呀，高兴啊！终于回家了，再吃这碗面，真是吃出了酸甜苦辣的味道啊！我也是，哎，这一辈子哈、绕了这么大一圈子，一家人总算坐在一起了，我觉得真好。不要哭，不哭，不哭，不哭，爸妈。恭喜你们！恭喜你们，真的特别幸福，可好了、啊！恭喜我们，还得恭喜你们俩呢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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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拍张照片吧，好吧？好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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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先过去，一家三口，快来！好，来过来过来，儿子。一二三，好。来来来。咱们四个来，来来来，对，一起来，拿着面干杯，来来，吃面吃面，对对对，来来，三二一，吃面。哎哎，雨晴发照片了，让我看看看看。嚯，发了9张照片呢。哎呦，真是幸福牌面条哎。哎，高院长，可不是，你看，哎呦喂，真好，呵，你看看这幸福劲儿的，一人捧着一碗面条啊！我看看，我看看，什么时候咱家也能这样啊？哎呀，人到老了，不就盼个团圆吗？什么时候你跟雨晴和好了，咱家什么时候才能团圆？毛冠。你就不能主动找找女儿吗？你还当真不想参加她的婚礼了？我干嘛去啊？给人添堵啊？她结婚本来是大喜的日子，你应该开开心心的，让人眼不见心不烦。你说你，清风妈那么密不透风的一个人，你都能给她和高院长撮合好了，怎么事儿到你这儿？你就拎不清了，那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有心，我是推波助澜了一下。啊，咱不说这个了。对你跟我汇报一下那个进度啊。清风、雨晴他们俩人的婚房装修完了没有？婚期定了吗？结婚证领了没有？婚房装完了，现在正在晾着通风呢。哦，这婚期还没定，证也没领。怎么还没定啊？啊？证还没领呢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是因为什么呀？哎，你是当妈的，你也提醒一下啊！你怎么怨上我了呢？每次见面我打电话都问呢。嗯，雨晴好像说清风那儿有什么另有打算，想再等等。
另有打算。嗯，清风不会有二心了吧？啊？你说什么呢？清风的人品你还不知道啊？有目共睹的，别瞎想。那是为什么？大碉堡又作妖，这挡着他们两人呢？你就别胡思乱想了，人家现在有高院长，两个人整天想着到处玩，哪有时间做这种事情？那就奇了怪了，嗯，最大的障碍都解除了，他为什么还不领证呢？不行，这事儿我得介入调查一下，你给我先打个电话。喂，多云呐，你赶紧着，把雨晴定的哪个婚庆公司，他们的这个地址电话你给我发过来啊。你甭管那么多了，让你发你就发，啊，就这样，我等着了啊，哎。好看啊！我觉得剪裁特别的合适啊，真的。对呀，是面料啊，还有这做工啊，都挺讲究的。还行，我妈妈也在这儿做了一套礼服呢。是吗？啊，哎，真好。但是，是不是太红了？妈，这是婚礼上穿，当然隆重一些了。哪儿都不红，您还得配这件，他俩是配套的。是吗？这雨晴眼光是真好，但我就觉得有点太红了。是是呗。嗯，好。哟喂，高院长怎么这么帅啊？肚子有点大，上衣是合适的，我觉得裤子有点长啊。一会儿对，我刚才试的时候我就觉得裤子有点长了，这得窝进去三公分吧，让它窝点了。行吗？行啊。我看看。啊，看看看看怎么样？可以啊，特别合适。是吧？特别合身。谢谢我闺女。看看您的裤腿啊。哦。帅，啊，嗯，这领带怎么回事？你紧不紧啊？我好像我刚才有点着急，我就出来见你们。是那个阿姨，啊，我们把这件衣服试一试呗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颜色好，好好试，好好试啊。真有眼光啊，啊。我给你把帘子拉上啊。阿姨，是家里有什么事儿吗？你知道关叔叔身体状态不好，哎，主要是因为他和雨晴一直在闹别扭。关叔叔心脏不好，你要多注意他的身体，如果有什么问题一定要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。可是我们谁劝也劝不了，阿姨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找你来。有件事儿，你关叔一直不让提，可是我看都这种情况了，如果再藏着掖着，那他们父女俩真的是这辈子都老死不相往来了。什么事儿啊？是当年那场车祸，老关确实说了先抢救震雷，因为当时情况非常危急，经检测他们父女的血型相同，老关就毫不犹豫地给雨晴输了600cc 的血。你是大夫，应该明白对一个60岁的人意味着什么。老关当时守在雨晴的手术室门口，一直在哭。我知道，一个是他害怕，
再有一个就是他内疚。我告诉你这件事，不是为了数学就让雨欣原谅他，但是这件事这么多年，老关是一个字儿都不让提。我知道在他心里难受。是，老关太宠振美，但是在老关心里，不是没有雨晴这个女儿啊。叔叔您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有什么能为您服务的吗？啊，我来问一下我女儿那个婚礼喜宴的事儿。那您稍等啊，我去请经理。啊，不用不用，她已经来你们这订过了。啊，我就是想查一下她那个喜宴是定在哪一天了。我女儿叫关雨晴，新郎官叫徐清风，麻烦你帮我查一下啊。叔叔，您女儿的婚礼是哪一天？您自己不知道啊？啊啊，那什么，他没来得及跟我说呢。是亲生的吗？哎，你看姑娘，你这话说的，我当然是。哎，正好，我这户口本、身份证都带着呢，你自己比对一下。你看这，是我吧？对，您看看里边。还真是亲生的。对不起啊，您稍等，我给您查一下。哎，好。关永晴是吧？关雨晴，徐清风。关雨晴。嗯。关雨晴。哦，叔叔，关雨晴和徐清风的婚庆已经筹备完了。哦。但是时间呢，最后还没有确定，我们也在等时间。这到底什么原因呢？这为什么定不下来啊？是男方说女方这边的宾客还没有到齐，所以时间还不确定。女方这边的宾客，对，那您知道还差谁吗？详细的我们也不太清楚。哦，好，那麻烦您把那宾客的名单您给我一份，我回去一个一个给他们打电话问一下，行吗？成，没问题。好，但是叔叔您得抓紧点啊，现在的好的场地啊特别难定，您要是定晚了呀，就得等明年了。哎，好嘞，哎，谢谢。哎，给您，叔叔。哎，得，谢谢您啊。您慢走，叔叔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这个当姐姐的不为亲弟弟负责，拿我这个当爹的为他负责。他现在跟女朋友婚都结不成了，要分手了，这腿都撞伤了，你到现在还撒手不管。啊，我就下最后通牒了。什么最后通牒啊？你搬走，这两个卧室我打通了，给宝当婚房。喂，爸，你讲点道理好不好？一家人没道理可讲，讲的是亲情。你现在在外边威风惯了，回到家你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了。你爸，我就问你，你生女儿就是为了养儿子是不是？女儿的存在就是为了补贴儿子吗？儿子再窝囊都是宝，女儿再优秀她就是草。你看你把震雷惯的好吃懒做，什么苦都不能吃，啃老啃得心安理得的，我们俩谁是混账？他是，我不是。我就问你一句，你搬还是不搬？你不搬，我帮你搬。叔叔。哎，叔叔真不好意思，刚刚给您打错了。啊，这是新的。怎么有两份啊？是您的新郎官，他又更新了一份新的宾客名单。这是新郎官的呀？哎，实在不好意思啊。啊，没事没事，行，那你忙吧啊。哎，哎，好好好。
喂，喂，喂，秋风啊，好，好，一会儿见。多吃点，秋风啊！你们这工作真是太辛苦了，首先得把自个儿的身体照顾好了啊！谢谢关叔叔。啊，你也不能喝酒，我先喝了啊！来，来，好。不瞒你说，来你这儿之前呢，我上那个婚庆公司去了一趟。我是想弄清楚你跟雨晴究竟为什么还不定日子，为什么还不去领证啊？这事儿您听我解释一下。你不用解释了。我看完这份名单，我算彻底明白了，这上边我和震雷的名字是你加进去的吧？是。我真心实意的希望您跟震雷都能参加我们的婚礼。秋芳，你是好孩子，你的心意啊我都明白，可是你真的没必要为了等我和震雷耽搁自个儿的婚期，赶紧去把这儿领了，把婚结了，好好的照顾雨晴啊。关叔叔，雨晴虽然嘴上不说，但是我知道她心里一直放不下你们。再说了，哪个女儿不希望自己婚礼的时候父亲在场啊？雨晴非常要强，事事都想做到最好，这里边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希望能得到您的关注、您的认可和您的爱。她为了她爱的人，也包括我，真的很努力。是，是，我知道。我闺女确实很努力，这确实做的已经很不错了。可是，哎，可是我这当爸爸的，一回接着一回的伤害我这女儿啊。有时候。
哎，清风，你不用下车了，直接回去吧，这挺晚的了啊。这关叔啊，送您一礼物。啊？礼物？嚯，还挺沉的。这是按您的尺寸做的礼服，我希望您能穿这套衣服来参加我跟雨晴的婚礼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尺寸？雨晴有个笔记本，上边记了您的、刘阿姨的、多云大姐和震雷的尺寸。雨晴是个好孩子。关叔，输血的事儿，您怎么不告诉雨晴啊？你都知道了？刚知道。那雨晴呢？还没告诉他。没说就好，没说就好，你千万先别告诉他啊！为什么呀？不瞒你说，我跟雨晴，我们在这件事上，谁都不敢碰，也不敢想。其实，当时确实是我错了，我对不起雨晴。可是我又张不开这个口，请我闺女原谅我。不提，不提了。关叔叔，其实不管雨晴知不知道您给她输血的事儿，在她心里，她都是爱您的。您再好好考虑考虑，我们等您。来来来。怎么了？谢谢，谢谢你们。刚才要不是人家抢救及时，我爸可能就没了。谢谢。哎，别谢谢，人能救回来就好。啊，谢谢。哎，用不着，用不着，快起来，起来。哎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。谢谢您。谢谢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真别这么客气。父母老了，病了，需要家人多陪伴。你快就回去看看你父亲吧。好，治病救人就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不耽误你们，你们忙。谢谢，谢谢。祝你父亲早日康复。谢谢，谢谢。我们走吧，来吧。走吧，门管。快点来，站住，别跑。怎么还跑了？哎，大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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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公，我还想有什么事儿，好好说。误会了，误会了，真的是误会。我们俩呀，是来感谢他来了。对，就想变着法讹我是吧？可不是，不，我爸昨天从医院醒了，原来啊都是我们错了，咱们在医院时候太冲动了。哎，对，骑摩托车那小子让警察逮着了，是逮着了。哎，对，我爸知道我们俩误会他了，特意给我哥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误会解开就行。我也算没白当回好人。您放心，您垫付的医药费我们全都退给您。嗯，这次啊都是我们的错，我们下次啊一定改。哎，对了，哎，不是，你看啊，我们要送他医院锦旗。对，你看，锦旗啊。哎，我们要送他医院锦旗。你看，时代楷模，当代雷锋。对，别，这太大了，我担不起。您肯定担得起。要不是您见义勇为，我爸呀可能真没了。对，就冲您高风亮节这劲儿，就这个时代楷模也配得上。这面锦旗送您单位，一定让您领导知道是我们做的好人好事。对，送什么地点？你看，不留名。对，谢谢您，谢谢。我们出车了，哎，我得出车了。那您先忙，您先忙。我一定把这锦旗送您单位去啊。对，放心的，谢谢。再见。